大家好，我是钟哥，今天我来分享一组海竿钓组。OK，这个是尼龙线啊，是25磅的。那我们是这样子啊，OK，好，这多长你们自己来看一下了啊。你们自己决定啊。三、四，4个就够了，那再来5个吧，都无所谓，你4个也好，五个也好，啊，抹点水，好不好？抹点水，你用力的时候呢，它怕它有点。不太那个，你看一下，啊，看到没有？要把它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中间这里，如果你没看清楚呢，你就放慢镜看。一般这个搞个七八，大概是七八七，就这样子就行了。OK，你也不用太那个认真，这个你10次也好，7次也好，它都无所谓的。这个啊，反正是实用啊，不要来看的这东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放点水啊，我把它拉紧，慢慢拉，你看。可以吧，挺漂亮的，就是说随便做了，是不是这个都是？那就把远一点，就随便做，首先就是上面这个钩，OK，上面这个钩，下面这个钩啊，离远一点，这离多远你自己来决定，你看啊。你看，这样子，看到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我就打4个就行了。这个少一点、多一点都没有问题。来，对不对？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看起来是17，但是它只有5次，为什么？它是一半的嘛，是不是？真是掉下去了，不管它，你看。漂漂亮，你看，好，那就，这个是下面的那个下钩，这个上面的，这是一个，你拉过去，你看，拉过去，拉过去，拉过去，这是上面这个钩，这是下面这个钩，那我们这里。在这里就打一个结来钓那个签，好吧？这样子，这里打一个也好，2个也好，都无所谓。一般我就打一个就够了。这个很，这个结很结实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它是钓那个签的嘛？OK，那我就钓这签，怎么钓签给你看一下啊？对吧？这个是最好的，这个是远投的，它这里
带着那个东西跑，你不要买其他形状，就买这个形状，这样跑了，一甩出去，它是马上掉，它是这样甩，力是这样的，但它这里太重，这里太轻，啊，它就马上一甩出去，马上掉头这样跑了，所以它这个忍头是非常好的。以前我不懂的时候老是乱买，现在这个我是不会换了，买了好多回来，这最好用，去咬甩的最忍的这个。OK， 你看这个，这里就可以啊。那我再把前面这里给你看一下，前面这里以前不是用这个东西的吗？以前是用这个什么什么来搞这个啊，前面这里，但是我不用，我早就改掉，我不用了。这样用这个方法是最快也是最好啊。这样子一定要打这种结，其他结很不稳定。这个结是 99% 100% 都没有问题，除非你断线了，是不是？这种结是最好的。那我用那个钳子夹住这里，这个很非常结实的，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结有什么问题，这种结是最好的。虽然不太好看这种结，但是它非常非常坚固牢固了 ，OK， 好，那就上这个啊，上这个线给你看一下了，上这个钩给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啊，你看，那如果它太大了，我们夹一下它都无所谓，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非常好的。这个钓组 90% 人都会用，如果你新学的话呢，就看一下咯，如果你已经看了，就记住后来还这么看，是不是？就玩一下。我这段时间那个水温还没有高，我没有去钓鱼，在家里绑一下这个钩，顺便拍一个小视频，是吧？有些人嫌两边太，比如说他是这样挂的嘛，这样挂这个钩啊，有些人他不。他就在这里把这个线剪断一边，咔嚓，啊，你看在这里，不用那里，就不用刚才那种方法，是这个方法，你看没有 ？OK， 直接在这里穿，就这绑钩，就是单线 ，OK， 那我绑一下这个钩。我绑这个钩啊，好快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对啊，哇，这个强度非常高，十拳，看，对啊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这边这个底下这个你的，不喜欢啊这样的风格，那你觉得下面太两条线太粗了，怕那个鱼。一般我们都是这样打的，但是你如果觉得这个线接得太粗了，你就把它用单线，你就把它一模一样的，你就把它剪断，就是重新再把它。钩子 ，OK， 就是取下放多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也可以了，那么多干嘛？你要用钳子来夹一下，就刚好。
漂亮的不得了，哼哼，是不是？学了没有？没学了再来看读几遍就学会了，动作比较快一点，但是你看读几遍也会看懂。嗯，完美的经典海竿钓组 ，OK。